想补充盐分。牛逼！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烧吧！看我。First blood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这没 A 出来，难受。更多火药，把它们扔给鲨鱼。先发个眼神。谢谢 Z 送的办卡，我谢谢，谢谢老板送的办卡，谢谢这位老板送的樱花，谢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，马上要升级了，感觉是没机会杀他的，他四级。要不这就打死我好吗？你妈的！服了，我这干啥了呀？遭这罪！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。唉，遭这罪呀！我也没干啥坏事呀。这线亏烂了，其实还好，就等于我这回是没赚，因为我吃了两个人头的经验，你明白吧？我吃了两个人头的经验。艾克能把兵线吃了还可以吧？两个人头经验还，整体来说经验值是没亏的，就这个小兵看的有点心痛。终于等到你了，兄弟！我也有队友。这就是比尔吉沃特的仁慈。这个助攻不过分吧？他敢来，我干死他！他敢来。看来我就让他见见我的实力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他把 W 叫。豹女怎么他妈的又来了？走不了了。烧吧！我很少忘记事情。
一直来，一直死，还一直来。豹女，这个豹女确实重情重义。不要以为我不在，你们就能安逸。BLG 赢了怎么说？不知道。但 BLG 能不能打，能不能打得过京东？感觉京东太猛了，没短板。虽然我没有看比赛，但是他们那个阵容搭配就格难，感觉还是有点猛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 Killing spree。又一个，我要夺回属于你一切。看勋想不想去季中赛？季中赛不是有两个名额吗？不是冠军和亚军去吗？我之前看那个信息说是有两个队伍，不太清楚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，藏心炸药桶。加速，追你八条街。豹女怎么又他妈来了？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等一下，带你洗个澡吧。打中中间，单杀。人家比赛五杀，亚平还在炸鱼。对呀、啊，那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你还在洗脚你？应该去中了，得不到了，感觉应该是去中了。好强哦！你们都是优势，那我怎么装逼？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吉沃特，我操！又一个，三人包饺，三英战吕布，牛逼，给爷包了。
请聆听我的祈求，众星。把他们吊在杀手马头上。好像送回去了，我把他上路野区给他反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吹没了我阿炮，烧吧！先不拆他，先刷野，有经验。我的仇恨将彰显。更多火药！牛逼！其实我想闪现砍他的。如此，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他这闪比我快很多耶。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。当心炸药桶！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活不了，你也别想活。搞我！要死一起死了。你要打谁呢？你还行吧，换一个。我从岩缝和海水中重生。我没生死王之女吗？好受多了。我想让他约一个我死亡之女一炸他的秒来着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留个眼线在外面。我很少忘记事情，他妈的更不会忘记仇恨。我就不信你们俩不走，你就一直在上路嘛，你就别走了。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你看嘛 ，AD 死了，那你就别走了。来来来，你继续在上路待着，别走了，别走了。他怎么还能杀杀呀？我不服。我看起来他凭什么？下路清波线，准备小路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
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更多火药，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当心炸药桶，哎呦，老师怎么办这种屌英雄啊，闪现也没好，先手不了，太恶心了。我信任了，直接去正面打团去。他这个东西太贱了。更多火药！你还他妈彪！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打不过他，他怎么这么肉呀？不在你们就能安逸。我尼玛！爽到极点！他装备不比我差点。炸不到我，他移速太快喽。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开先锋，先把先锋处理掉，拿不了大龙就推一塔。只要别给豹女标的，什么好处？哇，什么鸡毛伤害呀、啊、哎，杀剑魔啊，可以鱼的呀，哎，可以，我大招好像浪费了。红刀来咯，他们掉在杀手身上，都可以杀。啊！这个爆发，
言语毫无意义，肉才有分量。小龙要发了，下路线我先处理一下吧，处理完就回来苟着。去边路单带的话，这个避难刀先收，我太难受了，我没一点防装的。仇恨将沾满鲜血，更多火药。仁慈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帮忙开下视野，我打不到他。不行，准备出暴击了。哎。又不爆了，他妈的一直不暴击的，真他妈给我恶心坏了，他妈爆一下行不行啊？对面拉扯的太好了，很痛苦啊，我打不到人，看着队友一个个死。一直不暴击是真的折磨人，这也不暴那也不暴，你干嘛？哎呦！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这样排演，那个脸是看不到的不？我想去把大龙偷的。他还没有进，我有。他们这边现在好像还没演。艾克不在呀，我操！更多火药。哎，这地方你跑的是真快。蓝眼看不到吧？我们那边不是放了个针眼吗？烧吧！火药会让他们动起来的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Watch out, 炸药桶！缓慢的死去。
将是赐予他们的奖励。难道不在？谁他妈是野？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闪！你他妈的！我忍你们他妈的很久了，又不爆了吗？烦死了，又不爆，我好气呀、啊、！Q 下萝莉暴击死了的他，不是我本来三连捅那个逼奶妈沉默我一下子，是真畜生！把D仔气死了。装备，我先买一个这个，我怕他一会他又不爆。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弱小，追不上他。又一个，好手不握。追上路。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这是看人，太快了！我操！我现在是完全打不到人，有力没地方使。那没开头。换了也不算亏。你想切不谁？妈的，还爆装备了，牛逼！后期爆装备概率好大了。不慌，跑太快了，追不上，好恶心，刷刷，好恶心，一个个鸡仔的很。
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你们打，你们打，你们打。妈来的，这么快反应，我 A 都没 A 出来，让你就跑。差多少？哎，厉害喵！来，终于逮住了，我操！真难杀，跑的确实快。